早安，我们今天来麻将部部吃早餐。来这里吃早餐。哇，好多人吃早餐啊，这里。哇，是夹梨米粉面。哇，这里什么都有在吃。夹梨面来喽，多少钱？一碗六块，两碗十二块。六块钱很多料哎，很香哎，这个就在麻将部部老街场，好料啊！这里咖啡店什么都有得吃哦。好吃好吃，吃得干干净净的，家里面很香啊，六块钱而已，就在麻将部部这一家，这里有卖榨菜饭，卖鸡饭，家里面好多条，很好生意啊，这里。就在麻将部部啊，麻将部部。这里的生意很好啊。哦，就是家里面，生意很好啊，都是吃家里面的。为了确认，他拿回去家里面那边啊，这样全部都是吃家里面的。我刚才来到这，也不懂哪一间比较好吃的，我就看家里面那边很多人在叫，而且一直在排队，所以我就叫家里面咯。真的果然是家里面好吃。去到一家陌生的咖啡店哦，最重要的就是看众人叫的，很多人在叫的，这样那家应该是不会错的那个美食。看，全部大概都停了，就剩下家里面还有生意了。我跟这家里面完全没关系啊，我也不懂他是谁啊，是今天经过就来这边吃，感觉这边咖啡店很多人，完全不认识他，也不懂他是谁。看到吗，家里面啊，又在出两碗了。我不认识他啊，不是保护他啊，我是看他生意很好。吃饱了，我走了，要去 juice 咖啡，喝咖啡。这里还没人不少，我什么？这是荣兴茶室，改天才来吃对面这间，感觉也是不错的。这里就是麻将部部的小镇旧城市。我们来 juice 喝咖啡，吃了家里面很热那边，所以来这边冷冷，这边比较舒服。哇，好爽啊，这边冷冷啊。看桌子有卖什么早餐吗？这里的环境好舒服啊。Juice Coffee 最近很红啊，到处都有啊。想不到 Juice 咖啡这么好生意哦，
连他们的 Grab 啊，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很多 Grab 来拿哦，生意这么好哦，想不到哦。看他的 order 那么多 ，now preparing 26688个 order 进来 ，Grab 人在等哦。有这么多副班的人在等哦，看一下食物卖多少钱。我们的 order 是2007CB， 等了差不多25分钟了咯，还没有到我们哦，生意很好哦，这是 coffee 的生意真的越来越好了。咖啡到了，一杯6.99元。再加上 tax 的话，两杯是13.8元。今天我们 upgrade 哦，喝 juice coffee 不是喝麦当劳啊，哈哈。这 juice coffee 不错耶，很香耶，刚刚试了一口。早餐、午餐都在麻将部部姐姐，现在去找午餐。这里很多美食啊，我们去找那间。常常去吃的果条汤，印尼鸡今天没有开啊！原来这果条汤没有开，和饮食中心没有开，就找别间，看你别的好吃吗？哎呀，要吃什么呢？我知道前面有一家那个福建面很好吃的，很出名的，不知道布拉德要不要吃。最后我们决定不要吃福建面哦，每天吃面越来越肥啊。前面有一家没有吃过的，我们就去看看一下。这里很多美食啊，麻将伯伯。这里就是醉香楼，醉香楼隔壁有一间咖啡店388，里面应该很多东西吃。这是醉香楼啊，麻将伯伯醉香楼，它点心很好吃的，我们去它隔壁吃。就吃这家的鸡饭，是豪记鸡饭。吃这个鸡饭不错的，都档口没有开呀、啊。对面就是醉香楼点心，咖啡店的样貌是这样的，啊哈哈。他明天不开哦，要去云顶喽。看他的烧鸡应该是好吃啊。哇，好料！过来。5块，5块。两个人吃两个饭要15块。15块马币，新加坡吃不到啦，哈哈。这汤我喝了一口，是辣沙汤来的，酸辣酸辣。鸡肉很美哎，这样两个人吃啊，15块啊，真的很便宜哎，不错啊，我吃了一口，很好吃啊，好吃好吃。鸡饭最重要是它饭，它的饭很香。好吃哦，这鸡饭好吃好吃，冰浸，那汤很特别，吃的我还打包啊，现在叫老板打包，再算这价钱，到钱打包的，好吃好吃，可以来这里吃啊，很好吃，吃到好吃我就打包这么多回去。可以来这试试看啊，鸡饭很好吃。要去大三角，顺便经过布拉贝。哇，今天南方这么多人哦。好了，我就停下来吃他的棒浆粿。这个安哥卖云吞面卖了几十年，这里也是很难找 parking 哦。满满的，幸好辆车要出，哈哈。这样萝莉怎么扒在那边？哎呀，给我扒到位了啊！这里的咖啡很好喝啊，我来这里喝咖啡。
啊？阿公要几片？阿公三片。阿公三片。哇，这里好热闹啊！云吞面，阿叔家云吞面。哎，那个两公公是卖阿公的。这安哥卖云吞面卖了几十年了。这里是南方，这里隔壁是鱼店。阿崩把你好了啊！在南方，南方阿里桥啊，阿里路，阿里埔，三块八这边。嗯，很香哦，好吃，好吃。南方很多人哦，就是这一档阿崩把你。这老板真的，我有拍 video 啊，他来问我，哈哈。咖啡店老板认得我拍 video 的，常常就不懂是吗？认识也好，咖啡还是要一杯两块四，哈哈。这里真的是上了年纪人的天堂啊！这个料很足啊，嗯，很脆哦，好吃。这一片快4000马币。连该吃那阿崩一片8毛，这阿崩每一天都在这边卖啊，除了星期一，星期一没有开。我去鱼店看看，看一下鱼，刚好鱼店没有电了，鱼店 trip 啊，没有电，什么都看不到，没有电没办法不看了。鱼店没有电来回先哦，这是鱼没有打泡啊，等一下那鱼就会跳出来了。哦，电来了，电来了。哇，这鱼好美啊！好点。这鱼好美啊！啊，鱼。没有电来了，我们自己打电而已。我坐在这边很久了，在犹豫要不要吃这个面，真的不敢吃太多，很饱哦，越吃越肥哦。哎，我不是特地过来介绍这个美食的哦，我是经过要去大三角有事情做，想喝咖啡，这边的咖啡很好喝的，所以就顺便停下来有位置吧。现在，哎呀，叫一点来试试看，叫小的就好。看到每一个人来到都吃哦，这个面是真的很好吃哦。看到安哥做那面已经做了60-70年了，年轻做到老。啊？是的。啊，是的。里面两粒云吞。两粒炸的鱼墩，有点皱。看它的面，它的面很脆很滑，不错，很好吃。卖了几十年了，吃两口就好，不好吃太多。给妈咪分享，吃完了，好吃好吃，临近临近，哈哈，还是那么多人呢，临近临近，小的5.5块，大的6块，看他们一直忙不完了，好多人来吃。走喽。
走路吃饱了。现在已经7:15了，我还是要去跑步。刚才很忙啊，所以是没办法。现在去跑是没问题的，跑半个小时也好。跑到半个钟就赚到半个钟。今天真的很迟喽，没有什么人了，已经7:04了。没事，跑到8就够了，有40分钟已经很足够了。还是有人在跑步。今天没有夕阳哦，下雨天没有夕阳。为什么我要天天都给你们发这个跑步的视频？因为我要提醒大家，记得天天去运动，这是对大家都好的。所以记得去运动哦。人生的下半场拼的就是健康，所以一定要运动哦。又是我剩下最后一个人。要回家喽，记得啊，要多爱自己，照顾好自己身体，照顾好自己的心态，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快乐的一生。回家回家，晚安。最后一辆车都走了，哈哈，真的要回家了，太晚了，就剩下我最后一辆车回家。